请来做阮讲实哩。总归来行，请来姊妹为了做做事项来祈祷，为着医护人员、营销人员的身体、的心灵，为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，为了咱台湾会当顺利取得有够来用的 COVID-19 这疫苗。为了三级的这个境界的期间，咱每一个人的耐心、自我生活的管理，为受这个过着有染这个疫情的病患的隔离、住院、兄弟姊妹有死亡的家属来祈祷，愿圣神的扶持、安慰，甲恁三个祈祷。我伫这个期间，为了教会牧者来祈祷，为了兄弟姊妹互相来关怀来祈祷，互阮那比如较艰苦的时，那珍惜这个信仰，那珍惜兄弟姊妹互相来关怀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耶稣名来求，名来求，阿门。知影 COVID-19 来到这世间，有你的指引，求你保守台湾，甲台湾的掌权呢，会使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搁较尽快知影阮台湾人的需要，特别是阮义工有足侪老大人，像天福兄、名人兄、丰瑞兄、菊妹姐、钟林兄、高里丽珍牧师娘、侯荣邦、施瑞云，阮求主耶稣的保护，甲因保护病毒无侵，拢会使平安，会使伫台湾这疫情会使平息，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上帝。我来到你的面头前向你祈求，主啊，阮义工教会经过真侪代志，但是旧的代志已经过了，一切拢是新的。求你予阮大家重新得到快乐，有彼此相疼的心，也有疼敬人的心。主啊，予阮会当互相宽免。当阮看到少年人的服侍，予阮感觉足欢喜。主啊，你应允这个殿满了荣耀，阿拜荣耀比大过较早的荣耀。阮相信伫人做袂到的，伫神万事拢做会到。祈求阿爸父上帝，互阮心内坚固，成就圣洁。那求信神亲自带领阮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安尼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来主，感谢你。予阮会当伫义工即个大家庭，大家做伙聚会，虽然是山顶的聚会，但是大家的心有做伙。主伫即个疫情真艰难的时，阮的教会无牧者，所以嘛加较辛苦。主求你赐福义工教会，予阮会当找到真理想的带领者，好。申请团队的代志，当真顺利来进行。求你帮衬每一个团客，才会付出心力的长老执事，求主甲因伫地来，嘛甲阮伫地，互阮会当有气力，大家互相相挺，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主。